乖乖。真没有人听。Hello。Hello， 天使兔。谢谢乖乖送的 love。晚上好 ，Hello 妮妮，晚上好。Hello 玄阳 ，Hello 瑶，晚上好。Hello 梁志成，晚上好，晚安，晚安，大家晚安。大家吃过晚餐了没有呀？嗯，吃晚餐了吗？今天真想去取，谢谢玄阳。Hello 黑流星，大家晚上好。谢谢玄阳送的玫瑰，晚安大家。大家吃晚餐了吗 ？Hello 德全。Hello， 玉安 ，Hello Stanley， 大家晚安安。谢谢黑流星送的星星相印。Hello 大子，晚上好。有裙子的狗狗，今天真的挺稀有的。不过穿裙子实在是不方便，毕竟有那么过冬。大家今天过得如何？今天是礼拜五，谢谢德全送的枫叶。我已经吃过晚餐了，我今天吃便当。不过呢，最近我的宝宝们正在督促我变胖，所以我准备了，叉叉，哦，有点烫，那个给你，这超级好吃的，我好喜欢哦，珍珠什么丸，珍珠丸，这是什么可爱的东西？哎呦，想你呀，雪。Hello， 永在新加坡。我今天是可爱的人。很想你。不过还是很瘦的。所以我呢，今天要准备的这个，真的来吃。它有点烫，偷偷跟你说，你说。我刚吃。因为太饿了，可爱。安姐，结果你吃什么？你要去吃东西吗？谢谢代送的星之冠。刚跑，早盖被子，还好，我很安全。Hello， 贾鲁特，自己都不老实冲出来闯，我可以想象你背着背包那样冲出去的感觉。是我的错觉，还是果果的裙是 Only Today 的服装？哎呀，它有点像哎，这个裙子有点像，不过 Only Today 的更可爱。那我以后插那个腰带。自己做吊带，想吃一个豆沙包，我最可爱，好烫，好黏哦。等一下最可爱的，不要暴露人名好吗？
还没想到分享的直播间。嗯，想说话是谁？我要穿很可爱的袜子，很想分享给你们看。你看，现在袜子超可爱的，非常可爱，还是笑脸。你们想要什么给你们看？哈，是不是很可爱的？Hello， 李维 ，Hello， 北方日讲，阿健晚安。有木没有啊？应该是隔壁的。Hello， 刀锋小伙伴，小年人要来了。Hello， 黄鱼。小反叛，果然那个叫做什么朋友都是物以类聚，是这样子说吗 ？Hello， 保罗费拉柴，让乖乖在这给你们看主播。主播，你在这边干嘛？看不到主播。你有没有看到我可爱的袜子？好难，我不是要穿裙子，真是的。你看这可爱的袜子，真是很可爱，我觉得超可爱的。改天再穿。发型很可爱呀，谢谢，妹妹。啊，不要。Hello， 艾瑞特。Hello， Tiger。Tiger 在这。我想想哦，还是可爱风好看。谢谢。刚刚发生什么事？一个不小心。Find a way， 抓住你。那你们就可以看得到我。我真的很抱歉，我换头像了，我看看。Oh my god! Oh my god! That's terrible! Oh my god! Who's that? Oh my god! Hey, 锤子，你好好赞耶！你别去抢我的饭，小萝莉，我今天吗？Hello Jack， 不要抓我的饭呐、啊！那你们就看得到皮了，大家不要我。OK， 他想要抢我的饭，我好不容易抢好位置，你可以不可以坐回去啊？哇，我的水壶没关。好的好的，要跟我一起去吃吗？这个很好吃，这个超级好吃的，但我怕很烫。不要拉去谁？这是跳舞时制服的裙子，不是啦。雨神蛋糕。I want your belly and the summer feeling. I don't know if I could ever go without.
就把它吃光光了。那我等下再吃。Hello， 企鹅。Hello， 别问。女神蛋糕比较安全。我想跟你们分享我今天穿的可爱袜子，我站起来你们就看得到，对不对？等一下，有点可怕。算了，我怕我站起来会曝光。我今天袜子很可爱，我直接脱下来给你们看，超可爱的。狗狗今天好可爱，谢谢。算了，我放弃。等一下有机会再给你们看。你去换短裤好了，超级不适合穿裙子的我。脱袜子开放竞标 ，Hello 黑哥。穿裤子在里面，还有选项哎，就你这样这样子。今天是快乐的星期五啊！锵！我正在调我的角度。可爱的双马尾果果，谢谢。平常会双马，但是不会啊，我完全不会，就是怎么说？我觉得有点害羞。今天要跳舞，今天没有要跳舞啦，今天跳舞直接大走光吧我。Hello， 大健。13岁的实际年龄，我17岁。今天晋级，我没办法跳，我跳我直接大走光。Hello， 停留。朋友，不要看艾瑞克的头像了。晚上好，大家请不要去看艾瑞克的头像，你不要吃我的东西。好嘞，看到猫猫，它被那个 I G 挡住。你吃的不能呢，但是我喜欢里面所有人就长那样啊，可爱。谢谢李维，大家不要看那个头像，小果果我可以、啊。叫人家不要去看，我们谁叫果果推着叫人家去看，我要生气了。Hello， 妮妮妮，谢谢我妮妮妮送的乐。哎呀，星之怪，嗯，我怎么没有星之怪 ？Vivian， Vivian。现在的大果果都不果果了，哪有？那个11号超可爱。
在被吃掉了，我现在被。请问你在干嘛？你在干嘛？你不要咬我的裙子啊！好可爱，谢谢猫。OK， 好，谢谢。哪里可爱啦？在咬我哎、欸、！Sunday best， 耶、yeah!。我才等他。头太上面了，真的吗？头发很好看，谢谢。爱上瓶。我把最后一颗吃掉了。谢谢央哥送的幸福甜甜圈。这不是晚餐，我晚餐吃了麦，不是麦当劳。怎么会想到麦当劳便当？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能晕，今天也蛮大件的。谢谢艾瑞特送了好多肉。大家这周末有没有什么计划？待在家里是最好的计划。Subway， 我晚餐吃便当啦。刚刚不知道怎么脑子里突然冒出麦当劳。对啊，在家看电影看影集。Hello， 阿翔晚安。周末本来要去签唱会，现在最好就是待在家里。我觉得疫情越来越严重了，日理不小嘛。现在根本不敢出门。对啊，而且大家出门都要记得戴口罩。我很庆幸我之前买了两大包口罩。因为我喜欢那个日本的，不是有分男生跟女生吗？我的脸比较小，所以就是日本的那个女生的比较适合我。然后呢，那时候在台龙所创馆吧，就看到就是一盒一盒在卖，我就买了两盒，所以还够用。不然我觉得一般的太大，我整个脸都被遮住。对呀、啊，真的很糟糕，大家要记得没事就待在家，保护自己。还好我下巴不长，满嘴哪有啊？大家都说小朋友，对我也会带小朋友，可是我又不能买小朋友的。对呀、啊，我觉得。那时候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不，就是会越来越严重，我还不太相信，我想说应该会稍微压下来吧，看赌博直播最好一点，不长，嘿嘿，山门产前辈，来个口罩遮全脸特效，我给你们看，我好像有一个成人口罩。
天上谁没有？好像没有，你也不见了。就是我不喜欢戴，反正就是他跟我的脸不符合吧，脸不符合戴。差点按到直播结束。啊，你在这边干嘛？啊，你在这边干嘛？我在那边带给你们看。谢谢戴戴送的星之冠，这样好近好可爱。这是打，这是一般，这是。这是我真的戴不下，真的不行啊！幸福甜甜圈啊，女神蛋糕，谢谢玉安。工作人员造型那一次，对，然后呢，我就买了这一个，它是一盒的，可是快没了，我好害怕哦。就是比较符合我的脸，是吧？比这个你。其实我觉得这有点像小朋友的口罩，不要连口罩也用我的好吗？谁叫你是大姐？谢谢谢谢大家啊！谁送的甜甜圈？我看到两个甜甜圈，还是要定期去。我那时候不知道是要看那个，我好像跟你们讲过，对。很衰的一天，就是我要去医院退钱，然后呢我不进去，因为我那天刚好忘记戴口罩，开学第一天我就忘记戴口罩，他就不给我进去。然后天啊，那这种时期他也买得到口罩。然后呢我就去找药局，医院附近很多药局，然后呢刚好有卖口罩，结果那天是单数，我的最后一个是双数，然后呢我就很难过，我就跑去另外一间求情，就终于就是那个店员放过我，他就是让我买口罩。然后呢结果我去医院之后顺利抵达医院了，结果我的健保卡磁卡坏掉，那天真的是噩梦。你听过，对，我讲跟你们讲过，真的是灾难日，一定是店员坑，哎，哪有？我会知道果果的身份，什么意思？说了三次，真的假的？我说了三次了，这么多次哦。我喜欢吃那个豆沙小。定员应该是男生，真的是男生，真的是男生。这个故事挺神奇，真的，我真的讲三次吗？其实是粉丝，我也不知道，应该不是呢。如果哪一天我的粉丝多到在台北市任何一个人都是我的粉丝，那我很开心。你心软了 ，A 是台北。快夸奖我！这怎么是 A 二啊？你怎么知道是 A 二？二是什么？哦 ，F 是新北。啊，所以别的县市是不一样的开头吗？台北以外的粉丝。
我知道 Y 开头已经绝版了，不知道二是哦，白痴。F 是新北。哎 ，F 是男生吗 ？F。不对，他是日本人。我记得有 F， 然后 F 啊 ，F 是新北，我还是阳明山，阳明山管理局。哦，真的假的？所以你是 Y 吗？Beautiful, beautiful, beautiful, beautiful lady。台南市是 D， 以前还没县市合并前的台南县是 R。哇，我真的是第一次知道哎。开头单男。男双单数母，男双数女。哦，苗栗外国粉丝，永才是外国粉丝。还有什么？所以 A 到有 X 这个东西。A B 有 B 吗？有 B 吗 ？A B C 有 C D。你如果是 A 那我就马上点右上。我东南西南东南亚大国 H， 这是认真的吗？谢谢命送的玫瑰。不瞒你说，其实是 A A A E。晚安。这边没绑好，真是的，给我吐出来了，一定是男孩子。 A 是台北市， F 现在是新北市。桃园外租界，桃园 H。 哦，我靠， F 开头，所以是新北，所以里面是 H2， 是这样子吗？四元 Hello G H1， 真的、哦、不是吧？是你所有女生的开头都是二是吧？G G 是哪里？等一下，是认真的吗？我真的是，哇！其实我是男生。哦 ，H 二，以前可以不甩台北市呢。你有机会看一下孟纯是不是 T 开头，他屏东出生。哦，所以大家都不一样哦，不是大家都不一样，就是每个县市是不一样。我只看过 A 跟 F， 其他我都没有看过，我都不知道。那基隆呢？基隆是新北市，是吧？基隆是 F 吗 ？B， 基隆是 B。安安一头猫，你这天什么人啊？G 是宜兰，哦，真的、哦，所以那个鱼心是宜兰，我鱼心是宜兰，鱼心是 G， 还希望啊 ，G 跟 C 蛮像的啦。你 B 吗？什么血型吗？哇、哦，你那个老糊涂了。哎，那妈妈也是 A。他老妈妈是 A。一样哦。
央视。他们开头是这样的吗？谢谢小生送的樱花阳光跟钓鱼烧。好不容易啊。什么开头 ？F？ 啊 ？S 开头？哎，有 M 跟 S 嘛？也是神，是神侠是吗？现在应该不叫，哦，我现在叫什么？谢谢冰雪送的甜在心饼干，甜在心饼干。我还知道你的手机号码二码哦，哇！嗨，大健，你很棒。哎，大家猜我的电话号码是几号？猜对有奖励哦，可以打电话给我，立马拉黑。你们猜我是不是09开头？是65开头。好久没有双马尾，对呀、啊。你们猜我的电话号码里面没有哪个数字？65是新加坡对不对？115。等一下，历史名词了，现在跟现实同等，就猜对就能中大乐透。没有酒。Hello， 毛毛绒，没有四，有四。我跟你们说一件事很酷，我的号码是，好像讲，这讲应该还好吧？我的号码是连号，不是连号，不是，就是。可以讲吧，你们这应该猜不出来吧？你们没有这么酷吧？不可以啦，就是对，像是1月35日吧，就是我的号码是，像123之类的，456789，你们自己猜，就是很简单，适合我。还是你需要就是我妈妈的电话号码，红花顺之类之类的。我真的觉得电话号码超级简单的，好想讲哦。不然我现在播播看，09，终于讲出来，09123456789。啊，你叫几个啊？09123456789，35678，不准讲了，大家很害怕我讲出来。哪有粉丝自己那个偶像自己说想，绝对空号，搞不好等一下，哎，我手机响了，不要自己爆啦，哦，慢慢给你们猜是吗？自己也想想自己的手机电话号码，我真的觉得我手机电话号码很酷啊。Hello， 卡丘。
长鱼。Hello, Ben。哎，我的叔叔好久没有，怎么感觉我们是平衡老兵在房中？好可爱呀、啊！好的，接下来猜身份证字号。我觉得我身份证号也很简单呢，还是因为我记下来。然后台湾某个人的手机狂响。A2 不是，不知道、啊、你们这样一个猜就知道了、啊。嗯，不是不是，嗯对，然后下一个号码，嗯不是不是，嗯对，啊整串就猜完了，不然就不是也不是。宝宝，手机没电，线坏了。啊！我送你一条线，你在哪？我去找你。Miss you。不猜了，翻出。184。我其实不会玩那个游戏。EA2B。ESB 怎么玩啊？你从台北丢过来。我其实前几天也才买新的线。主播，你这样子不太敬业哦。主播，我觉得你这样不太好。就是怎么可以睡觉呢？因为拜拜。还是同一个位置，数字一样，数字一数不同位置。A 是同一个位置，数字一样 ；B 是不同位置，数字一样。所以到底怎么玩？我前几天才学会新的游戏，那个叫做什么？好，我忘记那个游戏叫什么了。我那个扑克牌只会玩抽鬼牌，还有什么？哦，我会玩吹牛那个骰子。晕头，大爆白眼，谢谢刘建谷的枫叶，比你大，比大小，对果果来说在。哎呦、哦、我还玩心脏病，虽然我每次都输，但是我跟我一个朋友玩绝对不会输，他就叫做小小芳。小小芳反应怎么蛮超脱的。还以为是野西，一起果果会玩 UNO， 果果超爱玩，我超爱玩 UNO， 这是小时候跟妈妈最爱玩的游戏。大家知道我妈是谁？好笑，不是大家都知道我妈是谁，大家都知道，嗯，对，就是这样子。果果真的适合比大小，为什么？我刚刚记错了，你的身份证应该是 A224，不是。哎，都不是哎、欸，讲教小朋友这里老少，他姐姐，哎，不是翻桌了吗？大家，我现在是，好可怕哦！啊，金鱼不在，我在吃绿豆。你好不好？我看你好痛苦。谢谢今天送的苹果糖。
不好。你看我的汤匙很可爱。Hello， 陈家树。我的伤口好了，看不到。谢谢吉米周送的蜂蜜。而且我跟你们说，我真的不敢再喝那个蛋白质饮了，蛋白质饮品。我还一整个晚上，我整个肚子在胀气，所以就是很胀。我要想要解锁其他的，开播时长大于500小时开放，50小时是连续还是一个一次播50小时啊？等一下我再问废话，谁会一起看别人？我应该已经超过50个小时了吧？好像还没有哎，好难哦，连续哦一个月。谢谢变成新鲜柠檬送的糖果苹果糖王子甜在心饼干，连续累累一次播50个小时，那这是什么？不，当然是连续，也是啊，这一天开成50个小时是2天又2个小时哎。大家等等，我先去洗澡。大家吃早餐了吗？对，哎，跟我一起吃午餐吧。哎，那好，6日就这样。拼了！只从今天播到礼拜天。一起练舞，走。一起睡觉吧。今天到9点而已。好快哦，连睡觉都要播哎！大家晚安，我先睡了。这样我要2天不能卸妆哎。原来是9点半，我也觉得我看到9点半。还有周末的感觉，对呀，啊，差点跑跑掉。哎，我给你们看我的袜子，真是很可爱，我觉得我袜子很可爱。今天不是快要12点。阿里，袜子，对呀，很 Q 嘿，很 Q 嘿。我真的觉得挺可爱，很喜欢这个袜子。我赞成大家都想吃，大家的心脏在那个。
做很难，就是这样子做。但我觉得我还好哎，而且我还可以盘腿然后趴着。你给我坐好哦。拿件外套绑在腰，我很安全的。Thought I was tough, didn't want love, didn't put it in my plan. 只要长痛，你说这样子做的话，我还可以这样子做啊。等一下，就是我很喜欢，我很喜欢这样。我看电视的时候，有时候在立超就喜欢这样。然后大家都觉得我的神经那个筋有问题，其实我就很喜欢这样子。然后看电视。We got this one love. We ain't gonna mess it up because we learned from all the ones that they were practicing. 夜风明月，你来了。Being dumb, but now we got that. Now we got that. We got that smart love. 你说像刚刚那样趴着吗？我觉得还好啊。可是我还没有办法，就是腿伸直，然后往下。Giving too much, trying to find love, but it only broke your heart.小孩子就是小孩子，我劈腿很劈腿，我很会劈腿，我很会劈腿。然后，可是我是没办法，你们知道吗？就是脚打直，然后身体这样往前，我真的后腿的那个筋超级硬的，全全身到这样。他说扒他的动作，想扒我，请不要表演劈腿。我没有说我要表演啦。好，来就安全了吧，应该可以看得到哈。Hello， 红梅。你可以拿棉被遮一下吗？我现在里面看不到。哎，我跟你们说，有人去看小丑女了吗？年轻的朋友给我个。好好好。艾瑞克呢？还没看。没，我忘记了，可恶。哦，我那天去看实在是太好看了，可是我觉得你们要很喜欢小丑女这个角色，不然你们会觉得嗯。而且他有一点点在讲 girls power。果果，我们待在家吗？电影院。果果叫我们待在家。哎，对呀，对耶。你知道我那天去电影院跟我的朋友，只有三个人坐在我们的后面，简直是包场。然后呢，我跟你们说，我超生气的，是我朋友说他想看，就是小小芳，又是小小芳，真是的。我拜了王菲账号代替看电影，看 Netflix， 看那个 Apple TV。啊，讲什么？然后他说他想要看，他那天说他不想回，还不想回家。我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某某地方。我说你自己一个人吗？我说现在很冷。他说我快要冷死了。然后你们知道那天是多冷吗？那天就是超冷的。然后呢，他给我穿一个短版的长袖，然后我心想说今天这么冷，你给我穿这样，然后你跟我说你自己一个人在外面待那么久，然后呢我就回家，我就给他套一件我的帽 T， 然后我们两个就去看电影。猜猜怎么着？猜猜怎么着？他整个电影大概只醒了10分钟，是他跟我说他想看的，结果我自己已经看得很开心，然后也不能跟他讲什么剧情，因为他睡着了，超生气的，气死我了。而且这件事哦，我只要一转头看他就会讲哦，那个电影大概就是那个握把大概转头，那么我转头看到他就，然后呢我就不理他，然后呢过没多久转过去看他，他又继续，然后我真的气死了，我真的觉得很好笑。
他跟我说他想看，结果给我睡着，也很想睡。你今天哪是小丑女的造型啊？辛苦了，嗯。到底是多累？对啊，因为我说，然后呢，我们回家，因为他很喜欢吉娃娃。你们知道那个比佛利拜金狗还是什么？我忘记那部叫什么？有人知道那部戏吗 ？Hello， 水锤。然后呢，我就说，哎，我们来看那部戏好。他说不先卸个妆吗？他是小五，原来你们一直改名字，电影院太好睡了。我很少在电影院睡着，因为我真的是电影剧粉，就是真的很喜欢看电影。我连那天很累，然后看那个从前有个好莱坞，我都不会睡着。我有一次睡着的是那个惊奇队长，可是我又看了第二次，因为那时候我好像他就是超级累的，然后呢就不小心睡着。不是啊，而且电影院的音效这么大声，到底怎么可以睡着的？哦，然后呢，我就跟我的朋友，他回我家，然后就看那个《比佛利拜金》，要准备要看，结果呢，我说一些他说不先卸妆吗？我看《暮光之城》睡着，你会被小小方那个小小方《暮光之城》大粉丝。变形金刚2、3、4、5真的假的？我没有看二轮，连看两部太累哦。他会打你吗？应该是不会啦，只要我会打你。我觉得连看两部电影有点会有点累，暮光之城。哎，我跟你们说嘛，小芳看斗鱼看超过10次以上，我简直是姑姑打我，我拿锤子锤你好了。你们知道斗鱼吗？就是那个连续剧，然后后来翻拍电影，然后那时候我就陪他去看斗鱼，然后呢他没有很喜欢，对对对。结果我们没有看，我租了，然后结果后来他说不先卸妆嘛，哎对，还没讲完这个故事，好，我先讲完这个故事。我说我们先看这卸妆，那结果看一看，我觉得他看起来很累，我说好，那我们先卸妆好了。然后卸完妆之后呢，我说我们不要看好了。然后呢，回那个就躺在床上没多久，他就睡着了。你只可以用你的小粉拳把我小粉拳。然后跟他讲说，哦，斗鱼，他那整部看得很不开心，因为他说就是他那个连续剧比较好看。晚安，阿如。然后呢，那个主题曲一播下去，他跟我朋友两个，我其他两个朋友直接在旁边爆哭，我觉得超好笑的。小芳很看电影很爱，很会哭。我下次直播要跟君云说不要吃绿豆。大家都有看过斗鱼吗？你还我很少看电影会哭，我不知道为什么。还好，可是我有一次，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很爱面子的关系，然后我看电影都是跟就是朋友，不然就是跟家人看，我不太会哭，可是我也不会很想要哭。可是我唯一看过一部爆哭的是那个《Passenger》。星际过客。连续剧电影还没，如果有看过连续剧的话，大家应该都不会喜欢看电影。第8号当铺没有。
啊，然后我还有次，哎，没有那个我没有，我觉得很感动的是那个小那个哆啦 A 梦的那个 Stand by Me， 那个也很让人觉得很想哭，可是我好像也没有哭。是我唯一看过电影哭的一部，就是那个 The Passenger， 那个星际库尔克。我不知道为什么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以前看那个，我的少女时代，我朋友看到哭，我也没有哭。你的名字，我看过 ，Stand by me， 我看也想哭 ，Stand by me 太感动了。还有哪？还有什么感动的 ？La La Land 吗？还有那个，想不起来，我妈妈很喜欢看的一部，《第八号大木公国》，应该是国小。我觉得 Stand by me 真的很感动。哦，然后我最不会哭的就是，我最不会哭的就是爱情的，可是我看《星际过后》我就哭，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我就是对那个浪漫爱情剧，我真的很女生都，我觉得啦，女生都很喜欢看爱情剧，那个叫什么来着？是爱情片。可是我最讨厌看的是爱情片，因为我就觉得就是。只会出现在电影里面。我记爱情我也不会哭，只会更寂寞。然后亡命关头我也没有哭，可是就是会很感动，可是就是不会哭。可是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我是一个很爱哭的人，在咖啡冷掉之前也很好哭。哦，我不敢看的是那个《为了与你相遇》，我超怕我会哭，所以我不敢看那一部戏，完全不敢看。阿健，电影，我就是喜欢看。我觉得是因为小时候跟爸爸，比较常跟爸爸，就是爸爸很喜欢看电影，然后我就是小时候都跟着爸爸看。然后呢，我就是很喜欢科幻片啊，动作片啊。我狗狗重复投胎，对对对，我觉得我一定会哭，我没有办法，我就不敢看那一部。原来我跟狗狗差了十年。臭小姨 ，Hello， 然后我要讲什么？你刚刚说什么？我说很喜欢看科幻片跟动啊！前几天看，你们有看过那个吗？中央情报员跟保镖杀手，大家快去看，那两部超好看的，我看了两次。我很喜欢那个 Kevin Hart 跟 The Rock， 巨石强森 ，Kevin Hart。果果喜欢看 superhero 电影，对。哎，你们是？我问你们，我好像以前问过，就是你们是 DC 的粉丝还是 Marvel 的？情报员，对啊，可是我觉得也很感动，就是 The Rock 一直很矮，很好笑，哎，就是这个歧视的存在哦，很矮很好笑，我就觉得他讲很好笑，而且那个 Netflix 里面有他的那个。脱口秀，我每次看就觉得很好笑。我是果粉啊，钢铁果粉 ，DC 鞋子哦，鞋子。以前有蒙哥特啊 ，Marvel 派跟 DC 派，我觉得我比较是 DC 派，因为我第一个看的是那个绿箭侠，也是在 Netflix。怎样？我是在那个业配 Netflix 是不是？绿箭侠，然后。闪电侠，然后那个 Suicide Squad， 我不知道 DC 的鞋子哎，目前比较好看 ，DC 是影集比较好看，好冷门，哪会啊，好喜欢哦，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那个自杀突击队啊，然后我就很喜欢，比较爱 Marvel，
我也喜欢 Marvel， 可是我喜欢 DC 比较多。而且我发现我 Marvel 几乎都有看呢、欸，就是想说跟着我妈看，可是我对钢铁人第一集超有印象，然后索尔，啊，美国队长也很有印象。好吧，几乎我都看过。谢谢落日一笑。神力女超人啊，我觉得那个水行侠也很好看呐、啊，小丑女很好看呐、啊。还有什么？可是我还没有看那个他们一起演的那部叫什么？就是有那女超人，有闪电侠，然后有不知道谁。蜘蛛人是 Marvel 的正义联盟，对对对，我还没有看，因为你真的很喜欢小，我觉得我真的很喜欢他，我觉得他就是，哦，反正我好喜欢他哦。神秘女超人跟水行侠，这是吗？好像是哎、欸，我喜欢索尔，我也喜欢。他那时候就是我忘记是哪一集了，他被绑着，然后他说那个在冒火的那个人说什么 son of。他爸爸叫什么忘记，然后所有就呛他 You son of a， 然后呢他就第二集拍得很微妙，肿起来的时候啊，我超喜欢 Marvel 的那个 Glad 啊，我痛、嗯、那个叫什么啊，我忘记了，就是有那个浣熊的那一部啊，你不要下次开播直接小丑女装，我也是不会画的妆，好痛啊，它破掉了。我讲错话了吗？星际异动的，对对对对对 ，Galaxy Guardian， 对。去拿一下，无法移到头。哎，我把它弄。他竟然给我断掉。啊，对了，许仙那个沙赞超好看的，我觉得最后很感动，又很好笑。大家也看过沙赞吗？许仙。你们知道沙赞以前叫做 Captain Marvel 吗？可是后来被那个就是，一直闪过 Robin， 这是什么？主播辛苦了 ，DJ One， 不要再断掉了，被 Marvel 抄走。哦，是这样子哦，我忘记什么原因了。中央情报啊、哦！哎呀，这什么啊？哦、oh, ，什么那个，哇，温馨提醒九点了啊！我们再聊一下，我九点半关，我九点半也得关。
土生台，十块延长，麻烦那个丢个礼物之类的，自动延长。你说十点吗？九点半。麻烦投个玫瑰给我，我自动继续。还有什么电影好看？等于是计划通。接下来喝的玫瑰，这是小生的玫瑰。谢谢变得新鲜柠檬的贵族玫瑰，大家真好。我记得我要跟大家讲哦，给你们看这个。我很喜欢看一部《奥尼给你饭团》，你去哪里了？就是那个《Vampire Diary》那个吸血鬼日记，还有他们有另外一个叫做那个。The original 那个创始始祖吸血鬼，然后你们应该都不知道，反正呢它里面就写了一个 always and forever， 我就很喜欢这句话。然后呢这个是自己刻的，虽然刻的有点丑，刚出门带家人回来，哦辛苦了。投主投主播投玫瑰主播都加到九点半哟。怎么样？你们要那个？就是在讲，因为吸血鬼是死不了的，所以他们的家人永远都互相。虽然那一部影集他们就是常常吵架或者是常常杀死，可他们不会死，会死，可是要很特别的东西才杀他们，他们才会死。一般的吸血鬼要那个竹树树，还是反正就是插，反正就是会死。可是那个原始的吸血鬼不太容易死，然后呢他们一直虽然就是一直在吵架，但是他们一直在保护对方，所以我就觉得很有意义，就是 always and forever。 晒日光鱼就是哦，对，吸血鬼也会，他们都要带那个日光戒才不会死。可是创那个 original 的他们不会死。你们看那些 T 恤不是挂那个吊子然后再咬我，我直接结啊。谢谢饭团送的 kiss 啾啾。只看到小好戏。嗯，没有心之冠。吃掉两个了啊，对不起，最近身体，我觉得有命比较好。我问你们呢，就是
身体最重要，慢慢来，谢谢。我常常看到你们会剪接我的，好，第二个东西可以给你们分享。然后好，我先说，哦，你们有时候会剪一段我的那个可能直播的某一部分，为什么可以啊？是你们多休息才是最重要的。我觉得我最近身体有变好了。卡了吗？没有卡啊。 Hello， 脑子卡了，或者是荧幕录制用软体剪呢、啊？不是、啊，就是你们是怎么从头到尾？就是我有时候就是去 YouTube 查，不是都会有我们的直播嘛？可以说吗？为什么有影片档？哪里可以看影片？哪里有影片档呢？I'm sucking for you。 会用电脑录制，所以全部都是他录制的哦，从头到尾耶。是，对啊，大录的，所以每个人一开始，他又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开始，我可以迟到或者是早播啊。可是是从一开始就有哎、欸，懂电脑的了解，因为我那时候想要看小小年的，就是你们说的回放，可是我说没有片档啊，你们怎么做到的？软体会追踪开播时间，哦，好厉害哦！真的粉丝强大，爱你们。好，好的，我要来分享了。哒哒，机器人软体很厉害，真的。哒哒，你们猜这是什么？鞋盒？不是，是我拿来收集。这是我其实还喜欢收到你们每个人写给我的卡片，然后呢，我都会收藏在这个里面。谢谢这个啊，对啊，我很喜欢。Hello， 大哥晚安。反正你们送给我的那个，我都会留着。就是我很喜欢收到你们送给我的卡片，我就是很喜欢收到卡片，我觉得很有，不知道怎么说哎。还有雨林之前送给我的。是雨林给我的，还有我朋友送给我的，反正有很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朋友的啦。就是里面也会有你们的卡片，可是我现在需要给你们看的是，这是国小的。哎，等一下，这是我以前，然后我收到最大张的一个卡片是这个。不是粉丝送的，是朋友送的哟。嗯，我拿不出来。哎呀！你看，超大张的。
非常的 OK 的，大家都朋友。对呀、啊，这是我朋友送的啦，没事没事。Dear friend， 是朋友，是朋友，没事。然后呢，他就写说，永远的闺蜜。结果呢，就再也没有。当然还在啊，就是你们所有给我的，我都会好好保存在这个箱子里面，但是你们不能看，刚刚是一个错误，刚刚是我朋友送给我的。是两个人写的，以后要写 Dear Friend， 果果再也没联络。对啊，你还有什么？我有我国小的那个国小的告白曲，被告白歌。现在塞，没有错。七个，现在塞。被告白我怎么回应，我也忘记了，出来打球，我找不到那张卡。我以前的刘海超厚的，哎，找到了，在这里。然后结果被 Lester 摇坏一点，就是我很喜欢收到卡片，我觉得就是很温暖，比任何东西都好温暖，因为是用手写出来的，手写的温度。Hello， 叮当手，给我小心一点，国小的事情，跟你们说，我以前叫做泡芙。他照片太多了，有点 难给你们看，不行，这都是照片。穿一个麻布袋，那你会膨胀吗？你看20156月18号当面告白，这是什么问题？哎，我没有被当面告白过，我没有被当面告白过。怎么又是9:30了？然后小年以前叫做鲶鱼，我都跟别人告白的，泡芙阿姨。我又睡回去了啦，很不放松哦。欢迎大家写信给我哦。我刚刚拿出来的是有粉丝给我的信，但是我拆开来的是朋友给我的信。不知道要写，欢迎大家来广告牌。
生活琐事，我也很愿意听啊。不管你们写什么给我，我都会看。谢谢你，可以，太棒了。你们写什么给我都可以，如果你们想要写。果果是2020对2015，果果都要求了。我没有要求啦，讨厌，我是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都会写卡片给我啊，然后我觉得很感动，就是我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讨厌写卡片的人，第一我字很丑，第二我真的是不知道我的手哪里有问题，永远都可以把那个卡片粘的到处都是，就是那个硬到，就是反正我很讨厌写卡片，因为我觉得我的卡片就是很丑。可是就是当我收到你们卡片的时候，不管丑不丑，不是这样说，就是不管是怎么样的，或者是内容是什么，我觉得只要收到卡片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因为是你们写给我的东西。就是不管内容是什么，我收到卡片的心情都是很心存感激。对啊，这是心意最重要，我觉得。所以人家收到你的卡片也很开心啊。我以前做过最过分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喜欢我的男生说想要收到我写的就是卡片。可是我就真的我真的觉得就是写卡片算是一种我的难关过不去的难关，然后千万不要点一头像，我写的怕你看不懂，不会啦，我会慢慢读。我刚刚说什么、然后我会害羞，就是他生日说，希望可以收到你的卡片，然后呢，我就说，好，然后呢，我就请我一位男生朋友帮我写，因为他的字很好看。然后我过了很久很久很久以后才跟他说，我就超没有水准。我去剪报纸来贴好了，我觉得也可以耶。你要剪什么？我觉得我很坏啊，打字印给他，也不错哎，因为他的字是真的很漂亮，然后代表你有用心写，卡片很脏，但没有用心写给你，对啊，我觉得对。而且像我每次签就是生写真的特那个，就是那个，我又忘记他叫什么来着，我也很害怕，就是我画画又不厉害，然后我写字又很丑，字真的是哇丑的，太丑了，结果最后他们俩在一起嘛，各种折家俊给姑姑。还有什么？反正我就是想要谢谢支持我的人，然后甚至还写卡片给我。就是反正对我来说，写卡片是一件很费心费力的事情。好像不错，会不会被公司丢掉？还是你能可以剪那个？彩粉点数给我之类的，耶，谢谢。
我家是想要把这边用那个用卷卷。你们知道很多那个外国人真的是很喜欢这样子，就是把它粘起来，大概粘的。好哦，所以会写信给欧强子。对啊，我就是这样觉得。蟑螂师不是啊，像那个爸爸一样，就是还是还有谁啊？那幕是那一层，就是会好算了，没事。蟑螂师，你知道为什么会有蟑螂师的存在吗？因为当你把头发绑起来的时候，只是那个须须是给你遮脸用的，只是家俊有规定不能收哦，是吗？要收现金好了，谢谢各位。我开玩笑的。Hello 玉，要下班吗 ？Hello 阿华，有这条我，一脸不胖不用，晚安。我在那里差不多要关播了，双马尾，我今天还穿裙子哦，哈达，难得吧。刚收工冲回家，还好我都不埋在松烟第几棵树，让果果去挖。结果你们男人看到我很认真的在，在哪里？点数可以吗？还真的要点数哦，我开玩笑的。因为我觉得穿裙子直播是一件超危险的事情。你们懂的，对我来说是件超危险的事情。不过我今天就是刚好挖到这一件，然后又这件衣服，就想到好像可以来穿穿看。而且这件裙子是我裙子里面很长的一件，因为我的裙子跟裤子都很难买，就是因为我的腰是 S， 可是呢，如果 S 的话，你们知道那个裤子的裙子就是会很裤，那个裤子的裙子裤子的长度会很短。然后可是我如果穿 M 的话，我的腰都塞不下，不然就是下面的部分又下面的部分就是下摆的部分又会太松，就是也很容易皱纹。然后呢我裙子穿 S 呢，大概在我这边是这个，这在通常裙子在这里呢，可是我买的裙子大概都是这样子吧，所以我很少穿，除非就是出去吃饭或者是走路。我在说什么？就是你们懂吗？下次绝对禁止啊！今天被吓好几次，太瘦太高很难买。我好像没拿过点数哎，在哪花？自己都知道超危险，我明明就有做好。男厕马桶水箱，这套哎，大家都这么说哎，很像土袋吗？我觉得哎，土袋衣服好看太多了，并没有，有啦。说买长裙又有一个困扰，就是太短。就长裙通常不是都是要到脚踝吗？可是我买的长裙都在小腿。这个裙子真的有点深。这是好久好久以前我在日本买的。谢谢玉送的幸福甜甜圈。这是因为100，现在是110了，这是经过认真测过的哟。改成短裙，长裙的时候可能哦，
我其实最近有看到一件长裙，我蛮想要的。如果我有思考思考，我再思考一阵子，有的话再拍照放上去给大家看。而且我很想要买那个，我终于买到一件了，就是那个宽裤。可是宽裤他们基本上都是做，不是，怎么说呢？啊，反正就是我穿宽裤，宽裤不是都是要到脚踝吗？就是很，就是这样让你的腿看起来很长，然后就是到。就是抱脚踝，然后可能可以穿一个小高跟，这样就很好看。可是我买到的，我试穿，或者是我有一次买的，哇，直接是很不好看。长裤也是最难买的东西，我跟你们说，我超难找长裤的。因为我喜欢穿的长裤也是，就是到脚踝，可是，我每次买的这又是很短，真的很短。我的长裤也很难买，对，就是会变成七分裤。这是果果的长裤，就很不喜欢，辛苦腿这么长，有点困扰。好讨人厌的话，但是有点困扰，有点像以前的招牌双马尾。谢谢。啊，我要关了，我要关了，各位，我要念排名了哟，双马尾。大家想看我的双马尾的话，下次再画。Okie dokie， 我念排名了哟。来来来，今天的第十名是鸡米粥，第九名是变成新鲜柠檬，第八名是 Jack， 第七名是黑流星，啊，第六名是艾瑞克，我头很痛，看到那个头像。第五名是 Younger， 第四名是玉，第三名是雾，第三名是玉安，第二名是饭团欧尼迪迪，第一名也是我们的阿健。肉汤了，挑战五十小时，谢谢大家。我要关了哟，我今天要加班了半个小时，加班，想说就是。差点用错过，还好刚好看到一下下。这是我想说，你们不能在可能近期，因为我的身体状况，你们不能在不能见到，可能 mini con 不能见到我啊，什么见面会，反正就是不能看到我，所以我想说。播多一点，让大家可以就是不要忘记我，也不是这样说啊，就是你们懂我的意思吧？我知道你们懂我的意思，我是表达障碍者。就想说可以陪大家久一点啊，虽然我知道我还是播的没有很多，但是至少。对，弥补一下 mini 空不能见面，谢谢大家。这次不拆你的台，以后再看果果表演，谢谢大家。那我关了哟。好，我要关了。乌姐，我们的主播，我跟大家说一下，拜拜。主播。
我要关台了，说拜拜，拜拜，拜拜大家，晚安晚安，啊，祝大家有个开心的周末，记得没事就待在家看电视，保护自己，保护大家，拜拜。很他在睡觉啊。拜拜，我们关播了哟。拜拜，三、二、一，大件不可以出去玩。拜拜，三、二、一，拜拜。